皮，是不是两日不打你们就皮痒了？快给我趴回去！燕师姐，你来了，刚才可吓死我了，瘦死了！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风云辟邪兽，专门对付那些私闯藏经阁的人。擦擦吧。啊，谢师姐。 三魂七魄还剩几个呀？我啊，反正不管我一日丢几魂几魄，我都是有一魂一魄，是留给师姐的。走。哇，哇，这么大呀！这藏经阁只有每年岁考第一名才能进来。 我也是修到太清上境之后，好不容易拿了个岁考第一才进来的。你倒是轻巧，刚入山门就可以进来取书，不过也是托了我的福。哎，这么多书什么时候能读完啊？无声也有牙，而知也无涯。不要气馁，慢慢看。虽然你是我招进来的人，但是你也好好修习啊。下期的青云榜，只要你不是倒数三名，我就原谅你。 什么榜？青云榜又是什么呀？青云榜呢，就是我们西玄弟子投票的方式，每个月更新一次的技能修行排行榜。你刚进来，排在后面也很正常。你这两本书太难了，我给你推荐一本吧。拿着。这本呢，就是各派掌教一起编撰，历时3000年的再修订版。 里面不仅有各种功法的精讲，还有各派的历史，正所谓是集世间修炼法门之大全，一本在手，修仙无忧。怎么样？我看看，这就是《修仙记》啊！我之前都看过。是吗？这跟我之前读的不一样。哼，那你读的肯定是盗版。盗版？嗯。切。 我劝你别啊！我上次就是因为晚还了两日书，被罚给风云辟邪兽洗了1个月的澡。好吧，哎，那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本比较难读懂一点的书？哼，还难读懂一点？上清玄，还不速速出来！喏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 这么薄的一本书，那不是一炷香的时间就读完了呀？就说你不懂，书越薄读起来越难。回去好好看。各个房间，仔细的找。小姐，三具尸体都已经搬出去了，楼上楼下都找过了，什么人都没有。小姐。
有人的确曾经见过公子，继续找。是，快去！是。每个房间，每个角落，都要找到。麻利点啊！是是是。小姐，依我看，公子若是真的曾在此处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我不相信风哥哥就这么没了。这里头一定有蹊跷。 通管家，您见多识广，可否为我指点迷津？这件事若真要查个明白，恐怕要借修行门派之力了。我听说，京城国师孙果能前看500年，后看500年，若能得到他的相助，这件事一定会有个说法。 师兄。 这是死人，看这人已死去多日，找到又有何用？人虽已死，但元神尚未散尽，还有的救。这怎么消失了？别消失啊！哎，千万别消失啊！ 爷，怎么了，真真？掉了，掉了！啊，我没掉东西啊。不是这个，这是你在青云榜上的排名掉了。什么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当日我把他捡回来，只当是给我西玄长脸了，没想到捡的却是个白眼狼。 抢我青云榜的头名！长得是谪仙了不起啊？凭什么让你试试战仙？好你个纪晓儿！别，千万别消失！刚才那句说的什么来着？我苦中苦熬多少年才得到的榜首，凭什么他一来就捡现成的？我一定要让他自惭形秽、自愧不如、自动放弃。 你说吃进嘴里的肉骨头，谁会主动吐出来啊？我要回去拿我的青木剑，虽然比起赤银剑差远了，可是揍他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云峰师兄，哎呀，拿着，你们在这儿正好。这个是姬若晨的教材和学袍，哦，你们呢？帮我交给他，不学多谢。哎，师兄，你为何如此着急啊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哎呀，连个刚入门的后生。 就为了抢一张床铺，竟然大打出手，还都怪了财。你们说，这同门师兄弟争来争去，成何体统啊？如果真是让师傅知道了，估计我都得挨板子。师兄，都让你平时多练练了，少弄那些花花草草。你以为我想啊？ 来了，来了！张毅呀，你叫我什么？师姐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说你一个新人住哪儿不行，非得住这么高？ 爬上来累都累死了，我宁愿每日累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换上吧。啊！我每日卯时即起，子时入眠，师傅的佛手坐过的时候，我三日三夜都未曾合过眼。啊，这些都不算。
我还要亲自去茅房挑粪沤肥，饶是如此，师傅才肯将一间小小的耳房让我暂行。阴阴师姐，同样是西玄子弟，你看看这天差地别，天理何在吗？师姐，师姐，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。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日摊上大事了，从此以后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。我太玄宫大弟子张一音今日就向你这谪仙发起挑战，此战关乎西玄一众弟子的尊严，你最好给我拿出点真本事，否则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哪里惹你啊？你还跟我装蒜，亏我以前把你当自己人。这话怎么说的呀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就是你的人。不必，受不起。 若晨兄，在下是玄冥宫关门弟子李玄真，平日里为人呢安分守己，勤俭持家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若晨兄若是想寻一个特别中意的室友，走了，你可以。若晨兄，我还会影响女工，你考虑考虑我。张一，丢人了！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？内外无物，伤情。 云通师兄，各位师兄师姐们，早上好！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今日八脉弟子合练，若晨早早到来，这种勤勉的精神还是很值得称赞的。哎呀，你们看那是什么呀？还能是什么？一只大笨鸟呗！好了，别闹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出发吧。 你可以的。来，师姐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讨厌我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你不能对我不管不顾的吧？你不是修行奇才吗？拿出点本事让大家伙看看，好让我们心服口服。好吧，反正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亲人，掉下去大不了就是一死呗，天为盖，地为铺，一把枯骨归黄土。你放心过去吧，我不会给你丢人的。你不会想趁机开溜吧？开什么玩笑呀！也不看是谁给我推荐的修仙秘籍，就是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参悟参悟。哼，谅你也不敢耍花招。 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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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怎么还不过来啊？该不会是掉下去了吧？休要胡言，他一个谪仙怎么可能会出那种事？一定是在研究什么特别的方法，所以耽误了些时辰。再等等。哦，哼，还等什么呀？肯定是吓破了胆，不敢过来了呗。 修行上吃尽苦头，他这不服输的样子，倒有点像我。你们说到午饭前能爬过来吗？悬，就知道吃，晚吃一会儿会饿死啊！你们以为今日只是对若尘的考验吗？此情此景，对你们而言，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啊？ 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古往今来，概莫如是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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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都饿死了，快点吧！我们都饿死了，就是啊，我们还要吃饭呢，快点，都在等你。 我虽然用的时间久了一点，但是我好歹没给你丢人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好歹你也夸我两句啊！不知道现在回去还敢不敢得上晚饭了？晚饭啊，对，吃吧。对呀，吃饭。大家快去吃饭。吃饭。小熊，我吃完饭我在那边接你啊。你对不起。哎，不对。
又都走了，这好歹留一个人，背我过去啊！ 起来吧，若尘。本派的大五行剑法以天地间五行相生相克为运行规律，阴阳相合，水火相济，变化万千，无穷无尽。你切莫心急，还是要脚踏实地，一切从最基础的练起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多谢。 景霄师傅，我一定会谨记的。云峰，在。若尘今后的修行，还需你多多敦促。是。好厉害！你们休息吧。 它掉了！神了！我还从未见过有谁初学此剑法。 就能体悟到如此境地，不愧是天选之人。若尘，假以时日，勤加苦练，必成大器啊！没道理啊，这么快啊？若尘，可以呀，你。 想当初我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还比你虚长一岁呢。所以，若尘啊，不愧是千年一遇的修仙奇才啊。嗯，哎，你说，我15岁开始修行，历经10载，方才练成此术，这你这也太快了吧？师傅，其实不瞒你说。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剑是怎么飞起来的。啊？那个若尘，不如你将剑诀再演练一遍，相信有了师傅的指点，那必会更为精进的。嗯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剑怎么飞起来。你行，你可以，给师傅看看嘛。 说了我不行，积气成精，精化为气。
我就说你可以做到吗？师傅，你看。奇怪，我又没动，难不成这小子真的能遇见了？太厉害了！若尘，可以收剑了。啊？收剑啊！ 这小子也在偷偷练。谁啊？躲在那儿干什么呀？哼！听说你御剑时把掌门的宝葫芦给劈了，赤银剑交给你，真是糟蹋了好东西。那是有人在赤银剑上贴了符。你就别找借口了，我看你练的挺认真的，让我看看你练的如何了。我还没有练好。 我总是得不到要领，啊，那就请师姐多多指教了。把剑给我吧。嗯，拿着。哇，真是把好剑啊！你看好了啊？啊。这是好剑法。 你是头疼旧疾犯了吗？你现在脸色好难看啊！我刚刚是有点不舒服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哦，那把剑还给你吧。你的手，这个呀，这就是练剑练的，反倒是你的头疼让我很是忧心呐。师姐不用担心我，嘿，去把剑捡回来，我再教你两招。好啊。 知道是谁在赤银剑上贴的灵符吗？管他呢，此刻我只想练剑，一直练下去。此人尚有气息，我等守护其仙时，只需再增添灵力。此事我早已安排。 我们只要让谪仙活着，让吸玄派那个冒名顶替的假货现出原形，倒是仙怒所及，吸玄派必受牵累。进来吧，参见掌门，见过师叔。
你若清虚多少时日了？啊，7年有余。7年，你却还是个低阶弟子，这要修行到何时才能求得正果？师父这里有一个速成法门，你可愿学？弟子愿意。去，将它取过来，我慢慢告诉那宝贝的秘密。 此处是青城山清虚派，我是掌门虚玄。这位是我的师弟虚妄。清虚派，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遭人毒手流落至此，是我们救了你。这些，你们到底是谁？打的什么主意？你们可知我是谁吗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原本奄奄一息，是我与师弟所耗修为，为你的仙师注入灵力才存活。 但是你的仙力和记忆需假以时日慢慢调养，方才可以恢复。我的仙力，你乃历劫谪仙，可是遭人暗算，那贼人还冒了你的名，成为西玄派掌教的关门弟子。小肥羊，他为何要杀我？冒名顶替，蒙骗天下。 定是个深藏心机、祸害苍生的败类。你若愿意，可入我清虚门下，我清虚派定助你重拾仙力，报仇雪恨。承蒙不弃，二位损耗修为救我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我就作为清虚的半路弟子，现在跪拜，休息一段时间。如此深厚。 实乃我清虚之幸啊！玄真师兄，你说的这位秋水师兄这么厉害，好不好相处啊？放心，我兄弟就是你兄弟，他到底遇上什么事儿了？一年里，只有霜降这天才有大事。秋水兄，秋水师兄幸会。这位就是谪仙若尘师弟吧？司空公，太微真人门下，上秋水。幸会幸会。秋水兄。 到底是脸面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这种事情就算再丢人，也还是要有人在一旁照应才好。哎，他还没来啊？他来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冷啊？马上就有好戏看了。啊？他是谁啊？为什么寒气这么重啊？ 他可是紫薇掌教唯一的关门弟子，极冰仙姬师姐。自掌教闭关之后，每年霜降这一日，秋水兄都会约他挑战一回。只可惜啊，从无胜绩，每次都别提被打得有多惨喽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来啊？唉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
不吃死活哟，冰仙师姐，师弟上秋水，向师姐讨教。好，请吧。 秋水师兄不会落下风的。哎呀，我和秋水兄休息太清明圣诀使用了7个月的时间，姬师姐只用了3个月，你自己想吧。这么厉害！哦，秋水兄。 秋水兄，快进来了！师姐，真是年纪越大，脾气也越大。再见，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 明年还去吗？去。哎，依我看，这次姬师姐的功力又大为精进了，明年你还去，想必跑不跑得住都是回事。哎，看来今年的岁考啊，又要掀起一股血雨腥风了。岁考？什么是岁考？什么是岁考？当然是本派岁末的期末考试啊。哎，反正我是不想参加了。 不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躲过去。有法子能躲过去啊？我也想躲过去。你可别逗了，你怎么躲？你现在可是掌教的关门弟子，西玄派的希望。我敢说，现在一山的人全都在等着看你的表现。你要是在岁考的时候不排在最前面，谁相信你是谪仙？我虽然是谪仙，但是我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。 那既然掉都掉下来了，肯定跟真正的神仙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我这刚拜师入门，上仙诀我还没有看明白呢。如果真的比起来，让我拿什么名字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有理啊。嗯，可你是谪仙之躯，你必须要向大家证明你自己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招。好，过来，你也犯个错。 和殷殷一样，法到天心洞吧。殷殷被法天心洞了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他在你吃营界上天灵符的事情，被掌教查出来了。一定是稀饭窝窝头吃多了，我怎么都开始产生幻觉了。嗯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。 生水煮牛肉，西湖醋鱼，豆腐蟹黄羹。哎，一瞬间，走过终点，回望如初见。 共修日月，情不知深浅。一岁一年，这凡间温暖，胜却仙界。一双眼看过天地，看不清思念。揉搓进我手心的曲线，一片。 一切我守在回忆尽头，等你出现。一花一眼，一念尘缘，才知纠结，才懂痴缘。一
肯成全，才恨流年。皓月长圆，深海枯竭，不敢说告别。才肯成全，才恨流。